好，我是手扶汽车胖老爹。今天一如往常的来介绍我们的纳智捷的这个品牌，这台，号称台湾阿尔法，也可以叫做台湾 Odyssey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七人座，以国产车来讲卖的是 number one。这台纳智捷 M7 呢，2019年非常的新，三年内的车子，内装非常的科技化。待会跟老爹进去看看这台新款的纳智捷M7 Eco Hybrid 版本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跟之前老爹介绍 MPV 是很大的一个差距。OK， 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内部怎么样，走。那我们进来了这个 M7 的驾驶座舱，一进来非常的科技感，为什么呢？它是上下两个萤幕的哦。目前里程数19531，非常的少。这边有资讯幕，这边有萤幕，这边是触控的。最重要还是这个环境。环境的话，这个版本的话，就是会跟以前的 MPV 来讲的话差很多，就变成整个画面更清晰了，都有一些死角的地方更明显。那些环境的话，已经是算是走在时代的尖端，都是很不错的。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按钮啦，就是怠速熄火啊、Eco 啊，这个循迹防滑、就是最基本的这些按钮。这上面这个调整空调的是触摸式的，很方便。触摸式的上面会有画面，会显示目前的状态。OK， 这台车配置六颗气囊，两边 A 柱两个气囊，椅子的这个旁边也有两颗气囊哦，配置六个气囊也算是高配备了哦。但这台车有一个缺点哦，什么样的缺点？这个一定要讲。就是今天你载全家人出去啊，因为太舒服了，整台车坐起来很安静，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开车哦，就是众人皆睡你独醒啦、啊、这就是开纳智捷 M7 的一个缺点哦。这个老爹跟你讲清楚，买纳智捷 M7 回去，就是你旁边人要陪你讲话，不然后面都睡惨了哦。这台是旗舰的，这边有定速啊，然后音响快播啊，这些就是基本的哦。在后面比较有特色性，我们待会看看什么叫做台湾阿尔法哦，在哪边差别，我们去后面看看，走。哎，看到了吗？这个位置非常的舒适哦，老爹刚刚坐在里面都不想出来了哦。它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去调整冷气跟风量，第二排、第三排就有专属这个冷气的出风口。那这边的话就是面子盒啦。那日后把这台车买回去哦，要装萤幕可以唱卡拉 OK 哦，这个比较特别，可以问老爹，老爹纳智捷达人哦。这个椅子它叫做奥特曼，它这边可以调整，它就可以椅脚都可以起来哦，就是坐第二排的时候是最棒的这个位置，它可以调整椅子，还可以前后这样子推，前后这样子推，再来它可以椅背，第三排就在里面。一、三，上来之后呢，看一下，把它拉起来，我坐在这边还 OK， 瘦一点的哦，大概小老爹一号的坐在后面其实还可以啦，不会说太挤啊干嘛的。然后这个第三排还可以往后面靠，这样子头部空间就有了，我就不压迫了，这样睡一下。这边有个电池开关阀，按一下就起来了，还有两个油压杆，撑得很快。假如说它是一个基本的中型行李箱，它在这边，哦，很深，进去一半了。你这样可以放两个大行李箱，然后放个老爹啊，算了。第一张门它可以收起来，它怎么样收嘞？首先我们拉一下这个，再拉一下这个，把它放起来，按照顺序倒，再拉这个，哎，一拉 ，OK， 进去了。像我们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一家五口要出去的话，放个充气床，开这台车出去，车速全家的大小 ，OK，no problem。日本 GTR 教父水野和敏团队调教出来这个引擎，在日本的东明赛道有做过测试。这颗引擎它采用的是双涡流的引擎的设计，它最大马力可以达到202匹，扭力到30公斤米。我们全家大小，你要爬山啊，到哪里去玩，非常充足，非常 OK。那我们打开这个引擎盖，我们主要是看引擎盖的这边的锁点，叶子板这边的锁点有没有动过。再来就是车身条码有没有在引擎盖的这个部分，老爹之前都有讲过，看一下这个
排气贴子我们在，因为原厂出来只有一个而已，车身条码都在，代表着原版件。在我们手扶汽车买车，每一台车都会经过台湾专业的第三方鉴定公司 YES 的鉴定机构或做认证。车体结构没有问题，会在车身的结构上面贴一个结构的认证封条。引擎变速箱没有问题，会在引擎的这个地方贴个认证封条。大家把车买回去，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公证单位去做一个保障。来，我们手扶汽车买车就是安心的保证。OK， 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尾哈。这台车2019年里程才跑19000多，跟新车几乎没什么两样啊。旗舰版七人座，在手扶只要79.9万。这台车买回去，我们给你挂个红彩，开回家，人家以为你买新车。网络上搜寻手扶汽车胖老爹，来手扶汽车找老爹，帮我们按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